大唐人深知现代社会中进色的重要，斥巨资建立了以江南通讯为主体的通讯设施，全真通讯、无线传呼、移动电话等已经进入了唐人百姓家。1979年回乡的时候，想与香港的亲人联系，结果等了整整一日都未能够将电话接通。这个时候他只叫轻轻按下电话键，即刻就能够同大洋彼岸的商业伙伴通上话了。为了给外来投资者提供一个优美的环境，大鹏镇政府在修建了6个工业区的基础上，1996年又修建了塘沽工业区。大鹏人筑巢引得凤凰来，目前在大鹏投资的外商已经有111家，好多居住在海外和港台澳的大鹏人更是满怀多情回来投资建厂捐资办学。这个是1996年建成的大鹏中心小学，在1500万投资当中，女港乡亲叶兆夫捐资达到500万元。是1995年建成的大鹏中心幼儿园，对于大鹏的小孩子来讲，这里是充满乐趣的童年的摇篮。有着40多年历史的大鹏华侨中学，同样凝聚着侨胞和港澳同胞的心愿。目前这所学校已经具备了一流的教学设施和教学设备，大鹏人轻师重教威严成风，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了大鹏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景色迷人，大鹏又不再是那个大鹏了。昔日的渔村小港，如今已是新楼林立，商家酒店遍布全镇，各种服务设施和文化娱乐设施齐全。大鹏镇政府非常重视发展文化事业，每逢重大节日，呢度都举办文化活动，好一个政通人和、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绿草如茵的万方广场，俾大鹏人度假消闲，
提供了一片天地。景色秀丽的江滨公园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外地人来到这里怎都想象不到，咁靓的大棚山庄竟是老百姓的住宅。如果有机会到这里的一户人家坐下，你会发现大棚人的日子过得好豪华。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家庭摆设和都市人没几大差别。而过去难得享用的海鲜已经成了大棚人的家常菜，世世代代大棚人安居乐业脱贫致富的梦想今天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们这个大棚镇就比较的先进一点，还有投资多一点，那我的华侨呢都很满意。即係難得喺一個咁嘅村嘅地方，能夠搞到咁建設得咁美麗，咁即係樣樣嘢都咁設備得咁好。我作為賴恩爵嘅後人咧，睇到我哋家鄉咁樣嘅建設，咁啊，我歡喜，好滿意。大鹏镇党委书记几次为我哋描绘咗鼓舞人心、建设大鹏嘅新蓝图。1996年4月召开的中共大鹏镇第十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大鹏镇1996至2010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总的目标是：依托良好的海滨自然资源，发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把大鹏镇建设成为经济繁荣发达、社会文明进步、综合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富裕的现代化海滨城镇，和接待设施先进、服务质量一流的国际性、国家级多功能的这个旅游度假区，把我们大鹏镇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将蓝图变为现实，大鹏人又开始了新的奋斗、新的拼搏。深圳市东部高速公路建设已经上马，2年后即可建成。大鹏至葵涌公路建设已经动工，1年后即可通车。岭高核电站正在加紧建设之中，3年之后可以并网发电。金沙湾旅游度假区已经开工兴建，一栋栋别墅将好快在这片土地上崛起。生了5000年不曾改变，积水3000扶摇万里，中国海边的大鹏已经展翅，正在高飞。大鹏因为奋力翱翔而充满活力，大鹏人因为不断开拓而更加年轻。在大鹏，自然景色与都市风采交辉映，传统美德与现代观念相融合，历史和未来携手同谱大鹏之歌。未来将赋予大鹏永远青春和美丽的旋律。你终于亮开了千年的翅膀。